从前，从前有一个国王，他很胖。请问有没有找到他？有。然后知道他到什么？肚子。好，给你们看，有没有很胖？好胖，好胖。因为太胖了，所以他动不动就开始，你看他的头上有什么？汗。动不动就开始流汗了。他弯下腰，没有办法绑鞋带。你看他连弯下腰都绑不到鞋带，是肚子也太大了，很胖。有时候大家在开会，很认真在开会哦。这个国王在干嘛？是什么？睡觉。睡觉。在旁边打瞌睡，因为太胖了，容易没有精神哈，他就开始在那边打瞌睡。那我小朋友，我想请问你，你觉得这个胖国王不喜欢做什么事情？不喜欢。还有谁要发表？刚刚廖先生最快举手，来，请站起来。运动。不喜欢运动。还有呢？陈冠霖。吃青菜。不喜欢吃青菜，有可能。还有嘞？杨丽涵喜欢爬楼梯。不喜欢什么？爬楼梯。不喜欢爬楼梯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故事。刚刚有举手小朋友，等一下我们可以抽我的魔法盒，早上来去讲喽。透明的是有五张扑克牌哟，哈，等一下水蓝色的可以抽十张扑克牌哟。刚刚举手的，让我们来抽魔法盒。来看，他说他很不喜欢运动。那小朋友讲对，他不喜欢运动。那你觉得？好，再问他喜欢。好，刚刚哪一组还没讲？先让没有讲过的。好，陈玉玲，你知道他喜欢干嘛？吃东西。他喜欢吃东西，很好。还有嘞？睡觉。他喜欢睡觉。好，那我们看看故事是怎么演变的哈。来，他不喜欢运动，他每天只喜欢大吃大喝。有没有看到？喜欢吃草莓蛋糕，喜欢吃炸鸡，喜欢吃高热量的冰淇淋。那他最喜欢干嘛？睡觉，所以常常就干嘛？身体就不健康喽。那胖不过那么胖，所以你觉得他的橙子会需要他干嘛？减肥，为了他的健康着想嘛。所以他就说，国王你真的太胖了。他来说，不止太胖，是太胖太胖太胖了。然后呢，国王其实也很快乐。你觉得如果你一直被他说很胖，你会快乐？不会。所以他很不快乐哦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那他的橙子就跟他说，不然我帮你想办法，我们一起来做运动。首先呢，看你要先干嘛？减少吃，因为你之前吃太多高热量的食物了。那所以呢，那你什么要多吃？青菜。青菜，你看这边有青菜，有鱼，而且是真的鱼，然后有瘦肉，有水果，应该多吃这些东西才会对身体比较健康。来，可是减肥的时候是不是很痛苦？因为不能吃刚刚喜欢吃的东西之外，他也不可以再吃零食，晚上也不可以吃宵夜，只能干嘛？运动。你看他的橙子帮他安排打球、跑步、游泳，还有做体操。可是国王是不是太胖了？对。所以做这些事情对他来讲其实是很痛苦的。你看呢？结果因为很痛苦，他的女儿就跟他说：“哎，那我们一起摇呼啦圈吗？是动一动，可以摇整个身体。”他的老婆叫做皇后，对不对？对。皇后更妙哦，她想了一个更好的方法。有没有看到很大的楼梯？有的楼梯，有啊哈。他把国王的床搬到楼梯上面。嗯。那你要睡觉的时候要干嘛？躺楼梯。哇塞，你看皇后跟公主都帮了很多的忙哈。可是每天这样子，国王实在受不了。你看他的臣子每天都要帮他打气，你看这边也是。然后有时候还要变成他心情不好，还要变成看马戏团的人表演给他看，因为他觉得真的好痛苦，每天都心情不好。每个人都帮他干嘛？加油！加油！
对？现在国王有在这里面吗？现在国王跑去哪了？在里面。在里面。在哪里？在里面。在哪里？鞋子，鞋子。鞋子里面吗？好，打开来看。他真的变瘦了。刚刚鞋子这么大，都遮不住他的肚子，还露出来。你看这次鞋子可不可以带住他？可以。他因为已经变瘦，而且你看跟他之前的裤子比。他瘦超多，对不对？刚刚是这么胖胖的国王，现在已经把你放大版瘦下来，看裤子还这么的宽，看他以后减肥成功，把瘦的哇，看起来差很多哈，来，所以国王在这里真的变瘦了，而且以后他的身体也变得比较健康，而且你看他每天都开心的笑了，不会再这样子每次随便走走路就干嘛流汗，而且很累了哈、哦。那这就是老师先告诉你们这个故事哦。他听完了这个故事，那你觉得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？要多运动，来，要多吃蔬果，要多吃蔬果，少吃油炸的食物，少吃油炸的食物，这样身体才干嘛？健康。好，我的魔法盒刚刚有举手的，请站起来，回答呢？还不能看哦，我随便抽一个。哦，有几张？5张。来，放到你们的魔法杯里面。过来看，好，一颗。哎，你拿两次对不对？两回事。嘿，再来。看谁今天？老师，我拿两次。那个不是蓝色。平常在生活
时候你有什么反应？有什么反应？我们没我绿灯的时候可以过马路。可以。那红灯呢？不行。红灯是不是叫你要多注意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就把这个套在食物上面一样哦。食物也分成红灯、绿灯，还有黄灯。来这边更仔细，红灯就是叫你说我们要停，就是叫你干嘛？最好不要吃。再来呢，绿灯是可以走，就是希望你可以多吃一些。黄色的灯呢，血糖，适量或者吃少一点哦。来，你看绿灯的食物营养比较丰富，热量比较低，而且通常都是新鲜又天然的。你看老师有举例给你看，比如说水果鲜奶。水果是很天然的，原本是长这样的，就是比如说柳橙跟柳橙汁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？绿橙汁。柳橙越天然越好。黄色是浅尝，它有丰富的营养素，可是热量或油或糖有点高，那会请你说偶尔用。像刚刚水果是绿灯，如果打成果汁，其实你在外面打成果汁是家里面有加一些糖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喝西瓜牛奶，要再加一些牛奶。然后也看它的牛奶是不是纯天然的，还有罐头是经过加工的，鱼罐头经过的加工的，比如说鱼罐头。那红灯希望你不要吃，可是偏偏是你们小朋友最爱吃，比如说珍珠奶茶、炸鸡啊，那炸鸡，还有什么薯片、可乐、汉堡，有没有很美味？奇酷啊！有，我希望偏偏吃，可是偏偏这个食物都什么？高热量、高油、高糖，而且调味啊什么都较复杂，所以请尽量就是少吃。再来，那我们每天在学校会碰到吃的时间，全班在一起吃是不是午餐？那每次要吃饭前，老师都需要你先干嘛？洗手。对不对？来，希望有两个小朋友来吃饭。好，我们谁还没有讲过发表过的？陈丽，来，陈国勋，好，来，起来，来让前面的小朋友们让我到最前面来。好，我们都会背口诀，对不对？口诀是什么？吃喝冲捧擦。好，湿是什么？冲湿擦。是把水先，把手先干嘛？冲湿之后开始什么？搓。来，请你们帮我们示范，就说。好，我们刚开始一开始看到的是只有这样，只有这样可以吗？不行。下面的小朋友一起做，只有这样可以吗？不行。是不是指缝要搓一搓？左手、右手搓一搓，最好你的小手指头干嘛？前面也把它给洗干净。指甲里面要干嘛？清。请问这样搓要搓几下？20下最好。是只要水来，然后再搓搓就好。不是，是这样搓的仔细一点，对不对？那要干嘛？再冲。干嘛？没有水龙头，把手冲干净。对，冲干净有个桶。好，假装我的手是水龙头。桶，那桶什么？桶水。冲起来要干嘛？冲水。来，要冲水。
清蒸的鱼或者是清蒸的猪排，那叫主食。副食就是什么？其他的青菜类。那小朋友常常会干嘛？哦，我最常吃那个清蒸的猪排，就拼命的吃，先吃完。应该不可以偏食，要干嘛？下吃饭，下吃菜，下吃你的主食哈。再来，坐好来。再来，用餐跟使用餐具时，我们台湾人的礼仪，中国人的礼仪，吃饭可以有很大的声响，不行。
然后有一个曲不一样，巧克力比什么？一点点。点点，其他人都比。叉叉，请问是绿灯不、是红灯还是黄灯？红灯。因为巧克力热量很高。所以要哄的是叉叉。等一下每位小朋友都表现得很好，都很勇敢，所以等一下每个人都可以抽魔法珠。好，来请回座，谢谢。来拍手。好，接下来老师有请你们准备的名字哦，然后呢，我这边会有食物大礼盒。刚刚是不是还有加一个金字塔？对。是不是还有分的？一人一张，不是一组一张，不好意思，一组一张，一组一张。来，我帮你放这边。谢谢。是不是刚刚有分六类？对。所以我等一下食物分给你，你要把它剪下来，捏到它那。的答案哦，来，现在开始。哎，你看没有？不好意思，我先全班拉完再开始哦，哈，这样比较公平。还不能呢、还不能动哦。好，请开始。组员，请每个人签名。那其他三个人先干嘛？先把图卡剪下来。先把图卡剪下来，剪啊，直接剪啊！剪，你们可以分好几个人剪，不用一个人剪。可以分好，分好几张。可以先把图卡，先可以把它裁一半，分成两三个。
对就 OK。一样，因为大家都很厉害，所以要每个人都可以抽一个。好，来，请下台，谢谢。饮食的健康，刚刚有教了饮食金字塔，还有食物红绿灯哦。今天回家就可以回去跟你的爸爸妈妈讲，还有家人讲哦。再来。都记起来了。